今天是代表苏工作室，代表世界的，怎么见过世面？最佳建筑设计奖的获奖作品《玻璃屋》。迟到喽，文轩姐，我就是舒奎特。所以，最近跟我一直聊天的那个人是你？是五年。其实这五年来，我一直默默喜欢着你。医生时刻。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你苏涵有个双胞胎妹妹？你吃点这个虾。能不行了，你别给我剥了，我自己来。你们俩低调点，这么多人呢。管着吗？我愿意。你的事办好了吗？小白，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喜欢喝橘子味的汽水，是不是？我和我姐姐最爱喝了。余生师哥，你还记得吗？今天晚上吃饭是不是不开心了？米白和米素是双胞胎，长得像，我能理解，只是我觉得他跟你的边界感有点模糊。米白在我这儿呢，从来都只是妹妹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持好距离的。他呀，就是个刺头，连自己的顶头上司都敢打。可不是嘛，可惜了，挺有才的。当年米素跟乐乐是同病房的病友，我为了鼓励他，我就骗他，说米素姐姐已经痊愈了。姐姐，你跟秦医生现在结婚了吗？正在商量吧。等你好了之后，就可以穿得漂漂亮亮的来参加我和秦医生的婚礼了。